年是大年三十，在外忙碌的市民纷纷选择用 VR 技术和家人一起团年饭。多亏这项新技术，即使身处各地，大家也能实现全家人坐在一起团圆的心愿。新年好，干杯！哼，竟会发明些没用的。蒙超超哪儿去了？王星星，我回来啦！竟敢给我偷懒！没有，大家说过大年吃汤圆，团团又圆圆，所以我去买了好多不同味道的小米粥。够了，谁让你整这些没用的？赶紧跟我出动！团团圆圆，是靠这种东西的吗？靠的是我的智慧。奇了怪怪，空溜溜的没东东，这该怎么搞事情呢？什么东西？别过来！救命！团团圆圆，还有这个。好，年年有余。还有、这是恭喜发财，万事如意，福星高照，财源广进。闪电猫，我们准备年夜饭呢，你拿这么多零食干嘛呀？本喵可是替青青买的。杜比嘟，那还有假，青青馋嘴，本喵清楚得很。可早上青青才说胖了八斤，要减肥呢。不可能，新年装饰全都消失了。奇趣特工队，时空祭典出现了。出动吧。已经锁定时空起点发生源，这次被扰乱的时间点和春节的起源有关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，有着各种习俗，而这些都跟当时一个传说有关。根据资料，这个传说是关于古人对抗一只被叫做年的怪兽。这我知道，好像放鞭炮什么的，就是当时用来吓跑怪兽的。咕哔，嘟咕哔。还怪什么兽呢？根据以往剧情，这年兽妥妥又是外星人了。的确有这可能，关于这方面的记录非常少，只有靠你们亲自见证了。走吧，时间飞船。博士，这才多久你就回来了？我才刚说不要偷。这什么鬼？这就是年兽啊。传说中的年兽是个小不点儿啊。不对，你带他回来干嘛？年兽不在，特工队还等着什么呢？主意不错呀，数据收集很顺利。不行，乖，不要乱跑。外表卖萌，其实麻烦得很。博士养过年兽？我是说，没事，先让他在这儿待着吧。好嘞。这里就是年兽出现的村庄，好安静啊。怪兽，休想过去。等等，我们不是怪兽。你们想哪有这么帅的怪兽呀？猫会说话，是妖怪啊。咕咪嘟，还有八爪鱼妖精。这越描越黑了。根据分析，我们该用接地气的方法介绍自己。明白。各位乡亲父老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我要为大家隆重介绍，这是二郎神养的哮天猫，这位是东海龙王的外甥女嘟嘟三公主。龙王跟章鱼是亲戚关系，哮天猫那狗上哪儿去了？反正我们是来帮忙对付怪兽的。怪兽，对，就是怪兽。那它在哪儿呢？别跑啊，我们天兵天将下来一趟不容易。
快把小捣蛋鬼给我挪开。好嘞。看来是饿了，给他整点吃的吧。马上，更好吃的来了。啊？喂，是这个，有营养。哎，就爱吃这些零食。嗯，过几天胖了又说要减。咋回事？难道？杜宾灯，啊！你在老家附近见过这样的？果然又是外星生物。老乡见老乡，有事好商量。去吧，嘟嘟。杜宾灯，嘟嘟，杜宾，嘟嘟，嘟嘟。什么？啊！我们的目的是让春节传说形成，也就是说要帮村民赶跑年兽。糟了，不能让他进村。冬天万能布。这么看，传说中的年兽是他呀？难道这是你的家人？我懂了，那大家伙发现孩子丢了，就发了狂一样去找。特工队以为他要去破坏村子，所以就跟他对上了。呀呼！好耶！特工队这下输定了。哎，所以我就说，这小家伙麻烦得很。根据分析，大年兽找不到乱跑的小年兽，着急过头变成了狂怒形态，才让村民们误以为怪物要袭击村子。闹了半天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！真是的，这次故事告诉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家的熊孩子。请问，那怪兽被赶跑了吗？对，年兽已经被赶跑了。原来那叫年兽啊！原来如此。
是那一大串喷火的东西把年兽赶走了，以后我们不用怕了。不对，搞错了，喵。嘘。哦，年兽的传说就是这么来的。奇趣特工，任务成功。嘿，报告，小年兽送走了。嗯，时空数据也收集完成了。可为啥要送回去呢？让大年兽把贝比奇他们收拾掉不香吗？哎，父母的心情你不会懂的。博士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特工队如果被年兽打败，那我这聪明智慧不就被年兽比下去了吗？哦，懂了懂了，还是自己来才爽。你收拾一下地方。对了，我饿了，把汤圆煮了吧。汤圆？吃汤圆。过年就应该团团圆圆的。啾啾，你怎么还没来？菜都快被闪电猫吃光了。我胡说，明明你吃的最多。哪有，你才吃的多。不可能，本喵减肥呢。好了好了，我马上就来了。